今天来到云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频道从来没有拍摄过的。那影片呢会在里尔那边做一个节目单元，太后殿的师傅呢要去帮他做一些仪式啊，人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终点站都会经历的。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用餐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间是师兄他非常大推，说很好吃，有烤鸡，然后有一些猪啊什么的。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待会我们一起来看。何首乌啊，何首乌是鸡，还有菜脯蛋，还有龙须菜，还有香酥西香，还有麻辣鸭血大肠锅，还有梅汁排骨。那你吃完了？有啊，你们两兄弟可以啊，不是靠你吗？糖醋的，这个菜包很可以哦，香啊！老板娘会做菜。嗯，我点一个干贝贝。咱来请一个阎罗王吼来给做主吼。咱修的是这个阎罗王的法吼，啊，拢由五边阎罗王，即阵阎罗王来做主。咱太后殿会做发挥这么成功，这么圆满的时候，咱有十边阎罗王，即拢主要大块的主啊，引魂兼净化、甲净化，要去甲你加。莲花法轮，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用一个很慎重的方式去为他们做一个记录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。那刚才呢，师父他在为那一只令旗加上莲花的法，就是透过莲花的法，还有八卦祖师的法，让他整个是身心，是他的灵魂是没有一个障碍，没有这一些不好的能量，让他是干干净净的离开，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啦。爱上天同意啊！啊，那一般该烧的无效啊，转回来。转回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转回来，你再调回来。对啊，我想你讲的东西对啊。七点到八点。严公献堂今仔日由八卦祖师做主，要来甲引导莲花舍，由娘娘的莲花法来甲做引导。恁爸分掉就欢喜，伊就欢喜讲伊安尼，啥物艰苦拢无啊，每一房间算拢平安幸福，啊欢欢喜去做事，有好子孙得福报。
愈有效愈发布。梅放心了，阮提当厝嘛吼，伊面拢手啊啥拢乌青啊，拢真歹看，足歹看，面容足歹看。祖师讲阮爸爸的灵魂，无当阮兜脏嘛，脏脏去去阮爸爸阴魂啊，点香关，点香关了，哦，迄面容都无同安尼，迄原底面拢迄落摇摇欢笑，结果点落了，哎，输甲甲阮爸爸的面用过了，哦。容光容光焕发，哦，面色红光光安尼，咱做事较像灵感。师兄师姐他们特别说要来品尝的，先看到没有？他们很好喝哦，你喝喝看，跟外面不一样。叫你们先看嘛，赶快点，无外层底跟你也无同。嗯，他汤口很好哎。这已经是60年的老店，70，哦，70啊。最近上来云岭，都发现吃的比我在高雄吃还多。因为在高雄，我三餐没有吃这么准时，这边都有早和中晚三餐，但我今天晚餐应该没吃的，所以就是晚餐。嗯。来到太浩店这边啊，后面这里是他们的厨房，那我们来这边啊，就是会偶尔帮忙一下做一些志工啊，那来看一下他们平常午餐跟晚餐啊。那现在这边这个是已经是切好的丝瓜，这个怎么样？那拉近，拉近。这有连贵哦，哈，这有连贵哦。好，有连贵啊。这鸡，这凊彩人会当剁的哦。会啦，这我剁的一斤好几两块。红曲肉吼。对。在炸这个红曲肉。他师姐平常都在这边煮饭。对，当志工这样。对，这边很多志工。他在这边煮多久？10几年。哦，煮10几年，快20年。要写的菜，洋葱。洋葱。洋葱想要挂球场。啊？没习惯呐。哦哦，卫生。他们现在要做擦洋葱。对。炒那个姜丁吧。哦。OK， 就是来后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做菜的一个感觉啊。好好吃啊！那这边的师兄师姐啊，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来到这边当志工，每个人做事情不一样，而有的人是比较擅长。去跟大家宣扬一些祖师的一些事迹或者是什么的，他们就负责做这个区块。那有些是本身会做饭，他就负责做饭。大家都是有分工合作去当志工，我就觉得很好。
每个人把自己会的他都在这边发挥出来，啊，有的是很会做编辑，很会做一些网络的设计什么的，对，很不错。那像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些影片，他来到这边偶尔帮点忙这样子。设备。